那妈妈不是说都有胃吗？对啊，之前来很多胃。谢谢他的干。你也没在吃饭。亲爱的。Master。亲爱的，坐着要开一下吗？为什么是这？前面怎么会有家乐福？你搞，你改成家乐福，现在就是家乐福。为什么要去家乐福？家乐福就其他规模就是对。他卖的东西还是不一样。对啊，东西不可能会比那一个多啊，就算他是家乐福。他名字叫顶好还是家乐福？家乐福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橘色的家乐福。他只是改名的。